Fan Club 嘅读者，你哋好，我系 Cabby 许雅婷。我系啱啱读完书之后就谂住去读空姐嘅课程，谂住去考空姐嘅。咁喺读紧嗰啲课程嘅同时咧，咁我经理人就揾到我啦，就叫我上去 casting。咁嗰阵就冇谂过话要做演员啊，做歌手。当然啦，即系有时我都会同出面嘅人澄清，我唔系 Lemo。咁即係事實，我唔係抗拒呢個字，係事實，我係真唔係，即係呢個真係事實。咁樣我又冇出過寫真，咁但係好多人都會混淆咗，但係唔緊要嘅。咁我覺得新入行一個新人，咁即係未有作品嘅時候，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我自己仍需要努力嘅一樣嘢咯。咁我亦都唔會話太抗拒呢樣嘢擺喺我身上定係點樣。咁而我覺得自己吸引異性嘅地方，應該係我嘅笑容，因為咧。我是笑點比較低的女仔，咁我覺得自己最優勢的地方就是我的笑啦。其實有分時間性嘅，我成日覺得多桃花。咁我覺得即係近排都是擺在做嘢啦，因為又要兼顧少女標本，又要兼顧電影咁樣。因為我多數同啲男性嘅朋友好相處都是很好歌然嘅，即係我可能有，其實我由細到大我的好朋友都是男性居多。咁但系我同佢哋都系以朋友咁样相处咯，就好少佢哋会突然之间话我中意你，或者我追你啊咁样咯。